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八月十八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摩羯座的朋友。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状况的话呢，我们的社团好友们都能够提供我们很有力的支持。金牛座的朋友有机会陷入一段闪电的恋情，让身边的人都很羡慕。天秤座的朋友，工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，发挥我们新的思维，能够让我们走出困局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双鱼座的朋友，很好心的做了一餐的这个食物，但是我们的厨艺却不被家人欣赏。射手座的朋友，如果家里面居家环境太烂的话呢，要赶快整理哦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灰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蓝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橘色。